阿果，哥哥，你怎么那么晚才来啊？你知道我怎么上来的吗？不知道啊。我都是爬着上来的。你爬上来的？对啊，你这边车又开不上来的，这边这么难爬的，你在这里干嘛呀？在这里啊？我在这里帮爷爷放羊。今天给爷爷放羊啊？对。阿果。啊，你家有多少羊？我家呀，是我爷爷家的，差不多50多个吧。50多个，这么多的呀？不多呀，我们这边一般都每一家都有嘛，都是100多个100多个的。我这么厉害？你爷爷今年有多大？我爷爷60多了。60多了？对。好吧。你打电话让我过来干什么？我心情不好，然后就也没有什么朋友嘛，然后就打给你了。哦，这样的呀。对，那挺好的。我本来也想过来找你玩的，这两天有点事情了没来。哦，是不是今天可以去你家吃腊肉了？可以呀，肯定可以呀。等一下我的牙都不知道跑到里面去了。那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哎，我的牙都在这里，你看。牙都找不到了。我以为都怕丢了。好累啊，我们坐在这里坐一下吧。好呀、啊。阿果啊。啊。家里给你介绍对象，你不同意，你打算找个什么样的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找一个对我好的，然后对家庭负责任的吧。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些我都符合条件呢？你吗？对啊。那感觉你也挺好的。那你可不可以嫁给汉族吗？嗯，不可以的吧。啊？不可以的吧。不是吧？是啊，以前是的，现在的话也有，只是一小部分可以。你是不是那一小部分？我不知道。那好吧。哎，哥哥。嗯，就是我不打电话给你的话，你是不是不打算来找我玩了？没有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，我也正打算过来找你玩呢，刚好你也给我打电话了。干嘛说今天心情不好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你家里又催你那个什么东西了？没有，你现在你来了就没事了。真的吗？心情好了。对。啊，这么好啊。是啊。好吧，嗯，有事情的话你就跟我说嘛，没事的，看我如果能帮你的话就帮你嘛，好吧。没事了，真的啊、嗯、真没事吗、嗯、看着我这么开心吗？对啊。好吧。那我以后都经常来给你放羊行不行？嗯，真的吗？真的呀、啊、好，我没事的时候我就过来给你放羊嘛。那你以后经常住在这边可以吗？就在这边。对啊，这边的话后面再看吧。好吧。嗯，走吧，我们去看羊吧，等一下又丢了。哈。等一下又丢了。好的。我感觉这山上越来越冷了。嗯，是有点冷。嗯，你穿的比我还少，你应该很冷吧？我还可以吧。我们回去做饭吃吧。好吧。嗯，不放羊了。没事，让他们在那里吃上草，然后等一下回来看就好了，他们自己也可以回来的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、那还需要你放羊干什么呢？哎呦我的妈。那弄丢了呀。我不吃了。对呀、啊、我不吃了、啊、不是羊不吃了，是我不吃了。你呀、啊嗯、走吧，怎么会不吃呢？你上次都没有给我做饭。不，我不去了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什么意思，我是有点事情，我不去了嘛。那你刚刚还说跟我一起放羊的呀？我可以给你放羊，但是我有点事情，我要先走。这样子啊？嗯。我要有时间，我明天再过来找你吧，行不行？明天。嗯。那我走了。那你不跟我再见吗？再见。再见。